也是这个环节剪的也是非常好，其实弹力起飞的这个感觉非常燃，橡皮大蛇炮，包括他在原著中和明哥对打，就这是唯一一个我在想说我们混剪要不要把他被打也剪进来然后去反击的这个过程啊，大家可以想想他到底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制，以及他们的对吧旧交易橡皮猿王巨炮。全新也是这个环节剪的也是非常好，其实弹力起飞的这个感觉非常燃，橡皮大蛇炮，包括他在原著中和明哥对打，就这是唯一一个我在想说我们混剪要不要把他被打也剪进来然后去反击的这个过程啊，大家可以想想他到底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制，以及他们的对吧旧交易橡皮猿王巨炮。